这个我是议长的特助凯旋，真好，阿姨很麻烦你拿饮料了，你要一起跑吗？好，没有，好，我错，好活泼的女生哦，韵味就不一样，我讲的，我这个角度，我这个角度很棒，哎，那屁股没有，屁股还是要高。屁股啦，屁股。好，我们今天有一位嘉宾哦，要来慰问大家。全明星运动会最新一集，彰化县议长的正妹特助彩萱突然现身送饮料为选手打气，黄队领队郭宏志看到彩萱竟然现场直接约跑，还与江宏杰开始抢人。嗨，特助你好，哇，真好，阿姨很麻烦你拿饮料了，你要一起跑吗？没有，但是我国小也要我真的假的？特助，我跟你说，我们队的身高都蛮高，蛮适合你来加入。你脚会抢一样，反正黄队好了，可以吗？现在可以吗？蛮高的，可以吗？因为他的高度，然后身材都对啊，又漂亮，运动员对不对？你看，就只有你在看那个，人家都在看。没有，青姐，你在我心目中很漂亮。谢谢。希望下一季也会报到你入围主持。哎呦！女神级特助现身一分钟的画面，也让网友暴动喊林湘劲敌出现啦！美女特助宁宁的身份也被起底，是脸书超过300万人追踪的网红宁宁，也是最美庙会礼生。您做的是庙会礼生。对，李生。OK，听说那个今天你来这个节目是张艺中指名特别推荐，因为我在那个别的节目有遇到他，然后他那时候是穿那个比较，是比较正常一般的服装，对。然后那时候不知道他是李生，然后我说，这个女生不错，推荐给我们的企划这样。完全很正直吧，对不对？可以，所以他私底下有传讯息给你吗？没有，我们那天都没有讲话。没被抓到，没被抓到，可以。李生韩流来也是传谣。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做李生就是应该要把李生敬业的态度拿出来。当然，当然，但是对，可不可以就是说，韩流的时候就算了。那因为我们的衣服都是团长特制的，所以我们就是不想穿外套，然后挡住他。那我们里面都是有那个穿保暖裤，哦，对，还是可以至少御寒一下，可是还是很冷呐，对啊，而且你们那个要站得很端正，你知道吗？对，会不会有人这样子就一开始受不了，开始发抖？有啊，像我都会用下半身扭，然后上半身就不动。我等一下，这是好有趣啊！哎呦，好，我穿活泼的女生哦，这好像蛇蝎女哦，这样就很冷。是是是。是是是，你为什么这个大家邀请你当一日店长？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从接了李生之后，就有很多的邀约。哎呦，就因为我其实我还有直播，然后我的粉丝很多都是从庙会活动来支持我的。哇塞，对，哇，对，然后他们都会带那个姜茶给我们。哦，姜茶，很贴心哎，带红包来，带姜茶。过年的时候啊，可是现在疫情。就没有没关系啊，用寄的，用寄的，用贵的，什么都要，好不好？你这个字是真的假的？这点的。哦，吓我一跳。我自己本身有啊，只是很浅，我就把它画上去。厉害。看看你的手，没有没有，给我一下。就是这边有一个那个老公穴。什么意思？劳宫穴，那有老婆穴吗？它就是按的，可以就是促进血液循环，然后就是会比较暖驱寒。我看得出来血液循环不好。没有，我怕你会冷。哦，按老公穴，老公穴，现在无意间在撩我，真的厉害厉害，难怪我有粉丝。嗯，因为我手一直伸出来很久了。有没有？下一个，等一下展现。哦，你不会冷，你不会啊。你喜欢很好。那你李生还有直播，还有2021年想要挑战什么新的事情吗？对啊，挑战。其实现在跟谁在一起啊？这种可以啊，对啊，就是挑战新的挑战，你知道封面人物在一起。对啊，多次封面人物，但是封面人物还长那么丑，难得。谁？我不知道，大概知道吗？我大概知道是谁。你要挑战什么？就其实现在李生都是全方位的，那就是因为很多庙方也会都请我们去唱歌，然后我就自己出了一个单曲。哦呦，对，就是想要就是唱给大家听。想听，想听。
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啊？你像一个谜。哎呀，这你像一个谜，是跟那个冲着我来，我们就是谜一样的男人。哦，我以为他是跟那个粉丝。但是我的 MV 有那个元素在，直播粉丝的元素在。哦，对，现在是要听这首歌吗？对，要让国光的抢先听。哇，是哦，是哦，难怪是张立忠推荐你，没有推荐错，干得好，来，请。的天空清澈的好像喜欢你，洗刷过的脸，爱唱像个舞台惊喜。你说爱哟爱哟，好不容易情话说到底，爱哟爱哟，谁入谁的心。想见你，你像一个谜，想要好好爱你，让我都不操心。美好的风景，全屏住呼吸，怕丢下你，小心翼翼。不该想起你，你是一个谜，有时想要窥探，却发现深不见底。疯狂的神秘，会让人摇摆不定，那是因为世界。全是你，谢谢，谢谢。太棒，他可以在歌唱之中给你软钉子，对，而且不笑场，很厉害。有没有男朋友？没有。喜欢哪一种男人？我喜欢，我虽然蛮喜欢康哥这种，但我觉得张立东很适合做姐妹。好能搞，太好了。他直接要把你掰弯了呀！哇哇哇！我第一次听到，哇，好硬哦！这是谁给你的台词？自己想的，有创意，这个厉害，有创意，这个厉害，姐妹，不拒绝你，把你掰弯，对，就是一个访问之后能够两次软钉子，太厉害，哇，太厉害，软钉子王，哇，2018年就是个人的性感写那个桌历对年历，这件很厉害，哎呦，好爆哦，诱惑造型哦，哎呦，哎，哇，好快一点就过去了，哦，一整年都开心，哇，哎呦，星星，这个拍多久？这个只花一天的时间，一天就拍完了，因为只有12张嘛，对不对？对，百变天后哎，换12套。哦，这个什么？哦，靠墙这个微醺，这个你有感觉哦？有，你常在那个剪师模特有请的。哦，这张厉害。哎呦，这个曲线哇，这个这张堪称就是写真界最困难的一个动作之一，要摆出那个 arch， 太棒了。你说就是出写真，你本来不是在你人生的规划之中，那是什么意思？怎么会去拍呢？因为当初我会接触到这个写真，是因为我有跟几个姐妹，然后去拍桌历。啊，她的姐妹是谁？她的姐妹，你看到没有？哎呦，有拉拉，好拉拉，还有斯菲亚，拉拉妮妮。拍了这个以后，所以摄影师在这跑找去拍了这个。对，摄影师就是觉得好像我的作品还不错，所以就找我就是去拍单飞这样。OK， 就跟出版社合作。是你拍摄过程跟摄影师闹脾气，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张照片是要拍那个浪花的，浪花就是一朵朵的，是这张吗？对，就是这一张。然后因为我们要等这个浪要等很久，因为它有时候浪是小的。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很怕突然来的水碰到水会觉得你不喜欢就凉一下嘛，对不对？对，就是起鸡皮疙瘩不舒服。但是我泡澡那个就还好，就是其实有点害怕看。其实我反应比较慢，我就被泼到了下一秒才变脸，但是因为变脸的照片没有。就是存下来，不然你们就觉得很好笑。这在哪里啊？这是在垦丁。垦丁啊，哎呦，对。刚刚那张照片是在你的写真集之中。对。那可以给我们暗黑版的，就是你臭脸的嘛。哎呦，那你拍完照后心情低落，为什么？
其实当下我觉得有点后悔。怎么了呢？怎么了？怎样？怎么这样呢？什么委屈？觉得太露吗？还是没有？因为我觉得尺度很自己尺度就最大只能到比基尼。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有用那个泡泡借位，然后还有就是用这个浴巾、这个毛巾遮身体，然后还有用手需要我们支援当浴巾手替，他们可以当手模啊。对，手替。你那时候觉得太露了。对，然后当下就觉得拍得很不舒服，但是看到成品呢？对，但是一看到成品就觉得看到书局什么的，对，成品就是这个完成的成品。对，看到当下就觉得因为其实拍得蛮唯美的，是不是？是啊，对，看过成品就感觉不好啦。所以我跟你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拍的时候，你真的要信任你的摄影师。因为我摄影师也是女生，那我为什么不信任她？对呀、啊，蛮信任的啦，只是因为第一次就觉得，对，就是说你是因为你看完你会后悔啊，我当初如果信任她多一点、嗯，你可能出来的东西是更美的，好不好？来，现在我们的我当摄影师，那你现在呢？信任她，要你要拍这个写真集要做一些什么样准备？像我要拍写真之前，我有去学瑜伽。然后跟健身，让肢体更柔软一点。对，因为我的筋很硬，多硬啊？大概就有用不下去，就这样。穿不下去，真的吗？这个真的这样细哦，这样，你以后要弯腰要夹，对，因为我们要换位置。今天呢，那个甜甜说要有一个姿势，你觉得非常正，是什么姿势？我们看。啊，有，因为其实这个难吧？对，因为其实很多现在写真女星的姿势，像都是会类似这种比较直接。你是要示范？而且你在干嘛？你怎么自己走出来？你坐着讲就好了。我以为你很期待，就想要来。但这很难呢，你要去蒙拉的。对啊，因为其实就是青稞嫂，他就只能用四个点嘛。啊，你要看那边的。对，我先看他怎么摆。预备去。没有跳那么高了，他两个膝盖都在地上，蝎子功，他两个膝盖都在地上，蝎子功，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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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撅起来，屁股要翘起来，营养过剩，先前不对啦，这样，哎呦，有点刺激，膝盖再一点，再一点，哎，徐哥。徐哥，徐哥，他真不是徐哥，身体怎么样？徐哥，对，哎，我看这个，徐哥路超，徐哥路超，刷掉，我尊重你，所以我看这边。婷婷，这个动作你做得到吗？这个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可以。哎呦，示范一下，示范一下，让甜甜看一下。可是我穿裙子。我们不会站在那裡，我们不会看，对对对，我们都站在徐哥，你不要脸，对徐哥，你脑袋没有装不知道，对啊，而且你刚乱讲，现在说装不知道，你脑袋分辨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点公园老贝贝哦，来一杯去，哎呦，还有韵味都不一样，我这角度，哎，我这角度很棒，哎，那屁股没有，没有，屁股还是要高，屁股啦，屁股要直起来，我感觉很，你要屁股往后。来，翠璇，可以去帮忙哦，帮忙。对对，屁股要翘，对，花纹，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绕颈的到脖子，你可以在阿达面前绕一圈给他看。中国脸，让我帮我整。哇，这谁受得了啊？哎，会纸巾，给他一下。阿达不行了，阿达脸很囧哎。囧囧，阿达是这样。去哪里？我选他，我要跟你哦，进去。我选的嘛，对不对？你有带零钱吗？我们这里当什么啊？哇！哇！心脏我突然掉下来一下。杨森达你在干什么？杨森达，没事吧？你刚说我们这里是什么养生馆？没有，我说时尚舒压。真的很舒压。我站在这里都舒压。进人这样可以吗？蛮屌的。满意那 M 字腿啊，是吧？可以评分了。你平常挑睡衣啊？是比较重视什么？这个其实它的质量还蛮舒服的，然后也是，然后就是其实就会增加情趣这样，增加情趣还有情趣，是是是。那睡觉有什么特别习惯吗？
我的习惯就是睡前会看一些书，就励志的书，还有听自己的励志，对，还有励志的书，就是那个李连杰的老婆，你这样在励志我们是吧？真的，我一定要成功，该站起来了啊！起来，用洪荒之力站起来啊！现在才敲开九点，励志是什么样子？就是可能是明天会更好之类的。那不是一首歌吗？今天会更好。你是昨天有这么烂？你是要明天会更好？对，就是每一天会更好这样。那请问一下，你平常自己睡也穿这样？自己在家的时候是不穿，就是裸睡这样。哇塞！那就阿达最喜欢的啊，对，裸睡，爱的睡衣，嗯，我喜欢。这就是著名的有一句话：是你的睡意厉害，还是你的睡衣厉害？爱的睡衣就是最厉害。什么？不是两句都一样吗？是你的睡衣还是你的睡衣厉害？你是就是额头充血了，是？不是，就是看，就是有时候女生就是说男生回来，男生不是很累吗？嗯，他说好，那看是你的睡意厉害。哦，睡衣，睡衣跟睡衣，睡衣抵抗睡衣，一个 VS， 当然是睡衣厉害了。今天这个，那睡觉的时候为什么要啊？夹着枕头这样，就是一个习惯，可能因为很没有安全感吧，所以我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夹一个枕头才睡得着。等于说要夹个东西才有办法睡。对，但夹人就不行了。夹人就不行，为什么？下辈子要当枕头，因为那触感不一样。来，我们现场来个枕头好了。哎，叫我。枕哥，枕哥，你是知道我叫枕头？说好外号不讲的是不是？是不是？好，请问一下各位，这一套刚刚跟这一套，这一套。给几？我觉得这一套它厉害是在中间那个地方，有点像掀起了你的开头来，有点。你怎么知道我想这样子？哪里来的罗陀可巴？它这个东西而且很喜气，嗯，红色代表喜气跟热情，这是过年限定款，是不是？红包点多。然后我觉得它的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巧思，就是我刚才讲，就是它有一个可以把中间卡垫，卡垫，哎，卡垫，嗯。窗帘可以打开，然后一探究竟。然后男生又喜欢从地心探险嘛？对，或者是他有时候这样拿东西的这个就是散开来。我觉得这个会特别钻进帐篷的感觉。哎，对，男生会觉得很有那种刺激跟冒险跟探险。难怪你今天穿这样。对，其实我是想你今天穿这样。怎么回去？不要怎样？我忘了，你给他几分了？我应该会也哦。也是九分，哎呦，你怎么这样？这个挣扎哦，很挣扎，就是差那一分，真的好痛苦哦。一分就是没有让我进去探险，变高了。金人这个颜色，你给够冲洗了吧？这个绝对是九分了。哦，因为吉利的颜色，而且红色是我 favorite color， 最喜欢红色。他以前在西班牙，他是一种斗牛犬，很兴奋。红色代表热情，红色代表攻击性。是你快要冲过去了，因为我是一个被动的男人，我喜欢有攻击性的东西。哎呦，阿达给几分？我九分。九分哦，我特别喜欢。你越来越严重，你现在眼睛都充血了吗？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去，我现在好怕。为什么也是九分呢？我个人就是觉得他这样子一套衣服，红色，然后这些绣花又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哎呦，但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剥窗帘的感觉。哎呀，真的哎。哦，你拨个窗帘，我们看一下。他一拨就看到了。欢迎光临 ，Hello Kitty， 慢动作。欢迎光临，买凤哇塞！欢迎光临，哇哎呀！阿达，他拖鞋好一点。哎，他这个还 OK， 这个 OK， 对，这个可以，这个是打完麻将了吗？这应该是去地堡打麻将，麻将啊，差不多。